此刻幸运院大家，我是莱蒙，各位看看老爷满福金啊。昨天 B 组的比赛打完了，最终是 Fnatic 和滔博胜出，进入了胜者组。另外今天就是胜者组的比赛了啊，大家记得收看。那下面咱们就来看看昨天选手们的高能操作吧。Mako 关键复活救下阿水 ，Jack Love 极限走 A 起死回生，在滔博对战 LOUD 的第二场中，13分钟滔博右蓝塔杀掉扎克后，下路两人撤退的路被 LOUD 堵住了。维鲁斯大招虽然被阿水解开了，但是 Q 技能还是射残了阿水。眼瞅着阿水要被波比锤死之时 ，Mako 极限 W 给到阿水，阿水极限走 A 击杀波比复活，随后面对泰坦不停的向后滑，泰坦压根摸不到我水字哥，便被拔毛拔死。这波阿水滑板鞋滑得太丝滑了。好，赶紧把兵线清掉，但自己肯定走不掉。看给谁的人头了，有人头给到，但是LOUD还想求战啊！这个位置主要滔博大招定到了，有进化。他的人位置有点远，而且个大招的位置并没有封住对面所有的人，硬找到杰克大夫身上，给了个及时救难，能被换掉吗？在有进化，换掉了，还在滑。杰克大夫成功复活，还在滑，还在滑，他没死。到这个卡利斯塔给对面给滑麻了。369奥恩瞬间秒杀 AD， 血条消失的太快了。在滔博对战 LOUD 的第二场中，24分钟滔博进攻下路高地，此时 LOUD 追出来反击，但是369已经到位，教养大招直指 AD， 撞飞之后闪现 QW 竟然就把维鲁斯给秒杀了，一个肉的伤害都这么高，这局势已经碾压了。况且阿水还没来， LOUD 一个个都没血了，虽然龙王还活着，但已经翻不起大浪。随着扎克倒地，滔博就轻松攻上了高地。是的，跳过来想要开，但是对找到特别好的机会，锁到赵信也没什么食欲，波比锤走一个，正面人要多一些，但有太阳原还在。369这个开头的位置很不错，369羊的非常好，闪现，哇哟，直接秒掉了369的羊，当刺客在玩。滔博完美控制衔接，默契配合打赢团战。在滔博对战 LOUD 的第一场中，18分钟阿水先手 W 控住了泰坦，泰坦虽然钩子空了，但是滔博集火也没能杀掉。与此同时，岩雀大招封路接岩图放得太完美了， Mako 被抬回稳死了。阿水虽然闪现撞墙，但是临死前 W 控住了两人，小奶油推大369顶墙，完美控制链就秒掉了上眼，然后369再开大进来干掉泰坦，成功助滔博打赢了团战。来不及了，还想打吗？反而泰坦的勾失误掉，被定在原地，有余震，虽然第一时间比较肉，但是后续被弹幕减速的，而且直接给上三大大招，闪现没能躲掉，但伤害差一点都不够。没被位置踩到了，这样被隔前飞秒，而且接下来我交出闪现，还是被击飞了。强在看小天能不能收起来，369狠的打，369到了，开个大招以后全身姿态开启，369收掉了泰坦的人头。小天关键击飞打断龙王，阿水滑板鞋滑出三杀，在滔博对战 LOUD 的第二场中，22分钟虽然 LOUD 只剩三人，但是依旧敢打。虽然扎克跳跃进场被小奶油推走了，但是双 C 聚在也是不虚，扎克直接闪现进去跳弹，和龙王大招配合打残了滔博众人。这眼看龙王飞进来准备喷人收割了，小天赵信关键击飞打断了龙王，阿水手起刀落将其干掉，随后阿水 A 掉三块被动留了一块，让扎克复活弹死了 Mako， 完事又 A 了两下眼，这再杀掉扎克啊！你看看，这就是水字哥的伟大之处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秒会做出什么样的操作，真是神鬼莫测呀。金老师想过来拯救世界吗？ Robo 有一个橡皮弹弓的机会，先往里跳进去，被推走，但是 Crave 的大招直接把给推出来了，想拉闪现拉硬拉，带铁木的大招砸下来，龙是被小电稳稳的撑住， Robo 一个人在里面伤害是非常有限，但其他人已经赶到这边站长， Robo 在旁边收一下，能不能复活？龙王滑进去，没能复活的成功，但是龙王也倒了，这样持续伤已经完全不够看了。 Robo 站起来，但是 Robo 拿起个 WK， 不过 JK 拉我还屹立在当场， Redbar 也只是囊中之物而已，身上扎满了毛，闪现过去的还是被拔掉。369奎桑尼团战游龙，犹如战神一般杀穿 LOUD。 在滔博对战 LOUD 的第一场中，如何形容这一场369奎桑尼的发挥呢？那真是无敌战神，从头打到尾啊！用一句话来总结，那便是修梅克的圣经，这就是奎桑尼。还太困难了，真想开了，这开的有点好，但大招你控制往后面走， Mako 就在边上，想走到 Mako 的身边，给到了 Mako 一个大招的机会，369在中间拦人，不想让对面继续追击，大招带走了一个维鲁斯，维鲁斯单挑是肯定打不过的，直接闪现闪现过来找，但这样做了一个人头的互换，一个 Robo 是完全扛不住伤害的，扣了369，369扛了三个人的伤害，还能往前继续追，给了个一技能加速，三人成军，继续往前找这个泰坦，抬到了杰克拉姆，能杀杰克拉姆，将闪现往后拉扯，但是还是被伊乌给拍死了，69哥小奶油。69哥非常能打，顶着防御塔的伤害硬收到了对面的岩雀，小奶油会不会换完？并不会，伤害不足以击杀这个沙皇，小奶油这波的输出环境太好了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，别忘了给呆梦点个赞关个注吧，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